加油！有勇气耶。哦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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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勇气。听妈妈亲口的愿力，深受感动。看来求道艰苦险，看来众人能够亲口的实现。欢迎大家，人生过得并不是很顺遂。修行这条路不见得是最快乐，对不对？但是，金光老师有说过，修行的苦比不上堕入三恶道的苦，对不对？